没有啦，就是其实还有一些内地的工作，然后飞了欧洲很多个地方，然后后期两天就去了一个岛，然后离家快一个月，其实蛮想家的。嗯，而且好像才刚好有差一点遇上风波。哦，对，哦，讲到这个，我真的就是还蛮害怕的，因为其实就这么差那么一个晚上，我们就会遇到那件事情，就觉得。对啊，还好，很平安，一切平安，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，然后不要再有这些事情。对啊，所以当时是为什么会那个留，原本有要留在那边？哦，没有啦，就因为就不是那个吗？罢工嘛，然后飞机上就很多就是华航的人没有办法飞嘛，然后就到土航来，然后空姐就一直在问说有补助啊，然后帮你弄好饭店，要不要多留？不是问我一个啦，是问所有的人。然后我妈她好像没有就是很及时的就 follow 到那个爆炸的事情，所以她好像还蛮 peace 的。而且因为我当天是跟我经纪人在机场。隔一天早上就看到新闻，因为我们早上5点的飞机又要飞，对啊，所以我妈就没有问到这个。会气哦，会抱抱妈妈吗？还好，我每天都会抱，所以还好。嗯，有收到很多亲友的关心，好像还好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已经回来了啦。可是就是听到的人就会觉得哇，真的很恐怖，尤其是我经纪人啊，我经纪人他们比较紧张，对。没有哎，我非常不鼓励这件事情。对，我有在网络上po文，因为大家都有在问，然后我觉得那个是有一点点破坏生态的行为了。就是我相信不用捡石头，会一起到那里的人还是会一起，除非你有把握，就是你会把石头返回来。我就觉得大家可以捡石头。对啊。刚有微活动是那个表演的换装，对，所以刚现在是有安排。主持人也很紧张吧，我也很紧张。但是其实瑶瑶很令人放心，她真的是一个很聪明、很聪明的女人。你知道我刚刚在，因为其实我已经很紧张了，刚前面又发生，就是大家突然暴怒，我想说，我真的魂都飞了，我到现在讲话手都有点在抖。大哥不要生气哦，辛苦了。那瑶瑶，你觉得我今天主持的还可以吗？我在旁边给你点安心吗？有，蛮安心的。我刚刚想说，如果不小心一下过来。我那时候有想好，如果我今天真的不小心像彩排的时候一次脱两件，我后面就会跳舞给大家看。其实他脱完两件还是有衣服的啦，对，还是有一件啦，里面有一件，只是就表演可能缩短，但我会认真跳舞给大家看。我已经想好备案了。嗯。瑶瑶，你今天手上有戴戒指？嗯，我戴很久嘞，我一直都有戴啊，手链，我还戴了眼镜。对啊。怎么了？你想要问我什么？哎，我也有啊，怎么不问我？对，今天陪我去演现代演唱会，帮助蛮多的。他没有，他视力太好了，可是他很爱墨镜啊。对，可是我会为我自己配一副，因为我蛮缺的，而且因为我以前不戴墨镜，可是真的出国一趟，我发现墨镜真的要有，因为真的要保护你。对啊，而且真的是出国，因为我觉得带东西带很多也很麻烦，可是我今天第一次知道，哇，它是可以换那么多镜片，你只要戴一只眼镜，我觉得非常方便。